下面我们学习晃头闪，首先看一下动作示范。晃头闪，走，在这边走，看一下慢动作啊，走，看慢动作啊，晃头闪。下面我就结合分解动作给大家进行教学。晃头闪是配合身法步法所组成的一种防守姿势啊，左腿向前上一小步，同时重心稍向下，头部向内进行礼合，耳后在右腿跟进的同时，头部向外进行晃头啊，进行晃头，恢复成格斗姿势啊。看慢动作，走，起立啊，注意在晃头时我们不要头部晃动过大啊，不要头部这么晃动过大，所以我们要保持身体的中正，速度均匀啊，向外上步，恢复成格斗姿势，利用腰部的旋转力向上蹬力加身体抬起啊，看一下慢动作，走，恢复啊，恢复。我们练习的方法可以进行原地练习，也可以配合步伐进行练习，视场地的大小和人员的多少进行组织训练啊。我给大家示范一下上步的晃头闪啊，走，走，走，晃头闪啊。晃头闪一般是用于对方上肢对我攻打时，我尤其内侧向外进行闪身，耳后进行击打的一种方法。下面就看一下我们配合动作练习啊，走，尤其内侧向外进行晃头躲闪啊，好，走，身子下降，将重心降低，头部向其身体内合，耳后在其肘部向回回收的同时，身体向外站起啊，恢复成格斗姿势啊。你看我现在已经避开了对方的攻击轴线，击打对方的面部也好，击打对方的腹部也好啊，或进行腿部攻击也好啊，都可以啊。下面我就结合我们实际应用教几种对抗反击的动作练习。好，注意看，晃头闪击腹啊，晃头闪击腹，走，击打对方的腹部啊，再看一下慢动作，走，击打对方腹部啊，然后迅速恢复成格斗姿势。第二种，我们的晃头闪顶膝啊，晃头闪顶膝啊，好，看一下慢动作，走啊，顶膝啊，击打对方的胸部，刚才我们学过的侧顶膝，侧顶膝，前面学过的侧顶膝啊，对方配合练习时双手要注意下按，以防止造成损伤啊，造成损伤。好，我们格斗，好，看一下配合练习，走，哎，配合练习啊。另外一种，我们晃头闪耳后接左右直拳，击打对方的头部啊，向外闪，击打对方头部啊，注意看，走，击打对方头部啊，击打对方头部啊，这个动作由于危险性较大，我就做空击动作啊。好，走啊，击打对方头部啊。总之我们在练习时要注意将前面所学的步法、拳法以及我们的摔法综合运用到现在我们所学的防守技术之中。好，刚才我们学习的晃头闪动作讲述完毕，下面我们学习提膝躲闪。提膝躲闪是为了防止对方对我腿部的攻击，我实施防守耳后进行反击的一种动作。首先看一下动作示范啊，提膝啊，走啊，走啊，它和前面我们的全防守姿势提膝式防守动作有本质的区别。前面的动作我们是全身进行防守，是在对方攻击比较密集的情况下使用的一种防守姿势啊，它由被动转为主动进攻，这儿呢我是由于
对方对我腿部的攻击，我实施躲闪而使用的一种方法啊，实施躲闪一种使用的方法啊。他的动作要领是重心落于自己的后腿，也就是我们的右腿啊，落于右腿，同时将前腿的重心上提，将前腿的重心上提，膝盖尽量的贴紧自己的腹部啊，尽量贴紧自己的腹部啊，脚掌上勾脚底板，斜向下啊，脚掌斜向下，右手护于自己的下颌部位，左手向前护于自己的大腿外侧啊，护于自己的大腿外侧啊，护于自己的大腿外侧，而后迅速恢复成格斗姿势啊，迅速恢复成格斗姿势啊，迅速恢复成格斗姿势。下面我就讲一讲这种方法的练习方法。第一种是原地练习方法啊，原地练习方法。当听到提膝躲闪，提膝躲闪，不是提膝防守啊，提膝躲闪动作要领以后，迅速提膝进行躲闪啊，走啊，落下，慢动作向上进行提拔，哎，重心后落，上提，左手护于自己的大腿外侧，右手护于自己的下颌部位啊，提膝啊，脚掌斜向下，然后回落成格斗姿势。这个动作我们需要把握以下几点。第一个，不要后仰身体过大啊，不要后仰身体过大啊，这样我们防守之后造成上体跟进动作慢啊，不便于我实施反击，所以上体不要后仰过大啊。纠正的方法是由另一个副手在我侧面拍击我的肩膀或者拍击我的肋部，防止我身体后仰过大啊，拍击以后走提膝啊，迅速落步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两手姿势变形要符合我们击打的要领啊，前手下落护住我们大腿外侧，右手护住我们的下颌啊，你不能把手自然下落了啊，自然下落你看造成身体的空档，容易受到对方的连续攻击啊，所以我们护住自己的下颌，左手护住自己的大腿外侧，以防对方腿部对我攻击时我向外进行砍击啊，向外进行砍击啊。第三个，抬腿以后动作贴腹不紧，贴腹不紧啊，腿部向下低垂啊，造成我们腹部的空档，容易造成对方腿部的连续攻击。下面我就介绍几种二人互相配合练习的动作。第一种就是专门二人防勾踢的动作。好，注意看，第一个动作仅做提膝式防守，提膝式防守啊，我们不做反击，不做反击啊，注意看，走走，哎，好，再恢复，走，哎，对方扫踢动作，扫踢我的踝关节或者后脚跟，我迅速向上提膝躲闪对方对我的踢击啊，或者对方前腿向我进行踢击时，我迅速提膝躲闪，走，哎，啊，再来，走，哎，啊，迅速提膝躲闪啊，这就是我们二人互相练习的动作啊。我们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可以配合防守反击。第一种就是反击的切摔啊，切摔反击啊，注意看，走啊，看了吗，摔法，再来一遍，好，走走走走，好，行，这是防勾踢而后进行切摔。再看一下我们第二个动作，后腿啊，防勾踢而后我进行顶膝啊，好，注意看，走走走啊，进行顶膝啊，再看一遍，走走走啊，顶膝啊。第三种反击动作，落步扫肘，扫击对方头部啊，走嘿啊，再来一遍，走走，用肘部击打对方头部。这就是我们用于提膝式防守进行躲闪而后进行反击的动作。防守技术教学到此全部结束。防守技术作为我们特种兵进行搏击训练的一个重要科目，它与我们其他后面的技术息息相关。在此我们要将前面所学的拳法、步法以及后面我们将要学到的擒拿技术结合成一个整体加以运用，否则防守技术仅仅作为一个
单纯的防守，它不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我们要将防守变为积极防守，防守也是进攻，进攻同时也带着防守，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防守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好，教学到此完毕。首先我们学习防守反击的第一个内容，接触性防守，而后进行非接触性防守。学习接触性防守第一个内容，拍击式防守。好，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准备格斗姿势基础上啊，左右拍击啊，走走啊，走走，这一套动作很简单，但是应用起来非常实用啊。我给大家结合动作要领讲解一下实际应用啊。左手以掌向内进行拍击，腕部放松，腕部放松啊，快拍快收，快拍快收。我们的身体右侧进行拍击，同时身体稍向左转，稍向左转，借助蹬腿拧腰转胯的力量向内进行拍击，向内进行拍击啊，快拍快收，快拍快收啊，要有弹性。右手的动作与左手的动作基本相同啊，蹬地拧腰，身体稍向左转，同时左手在自己的身体内侧向身体左侧进行拍击啊，快拍快收啊，快拍快收啊，快拍快收啊。左右动作练习啊，走啊，走啊，走，腰部进行旋转，带动我们的上肢进行拍击啊。前手主要用于防守对方前手之拳或者后手之拳对我进行的攻击防守，后手防守对方对我全面的直击啊，全面对我面部的直击啊。下面我就讲几种练习方法。第一种练习方法，原地练习啊，原地练习啊，先练习左手，走啊，走，走啊，走，迅速回收啊，迅速回收，而后进行左右手的交替练习啊，走啊，走啊，走啊，迅速回收啊，这是原地的练习动作。而后我们配合步伐进行练习，配合步伐的步进行练习，可以平滑步走啊，可以平滑步进行练习，也可以后退步啊，走啊，走啊，进行练习。这一套动作还可以配合我们前面的所学拳法腿法进行反击。首先我们演示一下它原始的防守意义，而后进行防守反击的教学。前手进行拍击式防守啊，走，哎，走走走，哎，这是原始的拍击式防守，它单纯的是防守动作。再看一下后手的防守动作，走，哎，走走走，哎，这是后手的原始意义。下面我就教大家几种防守反击的动作。首先是拍击后手直拳啊，走，哼啊，走走，好，这是拍击后手直拳进行反击啊。再演示一下后手的拍击而后单手进行反击啊，走，嗯，走，嗯，走啊，反击对方的面部啊。再看一下我们前手的反击动作啊，走啊，走，哼，对，击打对方的面部，用的是单手。现在我们就教了大家防守反击，这个动作还可以配合我们的腿法进行防守反击啊。例如对方出拳向我进行击打，我进行拍击而后进行侧踹啊，走走啊，走，哎，走走走，哎，这是拍击而后进行鞭腿的反击啊，也可以进行鞭腿踢击对方的头部啊，走，哎，踢击对方的头部，迅速回收啊。以上就是我们拍击式防守动作要领及练习的方法，以及防守反击的动作练习。
下面我们学习第二种防守姿势，叫做格挡。首先看下动作要领，走啊走啊走，这向外格挡，向内格挡，走啊走，向上格挡，走啊走啊，向上格挡，走，向下格挡，走啊走啊走啊，向下格挡。再看一下后手的格挡动作啊，走啊走啊，向内走走啊，向上走啊走，向下走啊走。好，下面我就结合分解动作给大家进行教学。向外进行格挡时，肘部自然下垂，而后向外进行旋腕旋腕旋腕啊，左手向外旋腕，以小臂接触对方的肢体啊，以小臂接触对方肢体，而后迅速回收啊，身体随时稍向左转啊，身体随时向上左转，而后回收啊。第二个，向内进行格挡，向内进行格挡，前手的啊，身体稍向右转，同时肘部向内进行旋转，接触部位也是自己的小臂啊，腕部向内进行旋转，而后迅速回收啊，走啊走啊回来，走啊回来。右手与左手的动作基本相同，只是左手右手在格挡时，左手向回回收，收于自己的下颌位置啊，走啊回收，走回收啊，恢复格斗姿势。这是我们向内进行格挡的动作，再就是我们向上进行格挡动作。向上进行格挡，重心要配合格挡下降啊，上架于自己的头顶，而后迅速回收啊，上架于自己的头顶，然后迅速回收，身体也是随着动作稍向左转，重心下降啊，看，走，好下来，走，下来，走，下来啊。右手与左手动作基本相同，也是左手回收啊，走回收啊，走回收啊，身体向左转，左手护于自己的下颚，而后右手上架啊，回收啊，恢复成格斗姿势。第四种防守姿势，向下进行格挡，注意要含胸，要含胸，同时小臂向内进行旋转，小臂向内进行旋转，以小臂的前侧向内进行下压啊，下压啊，而后迅速恢复格斗姿势啊，看，走恢复，走恢复，走恢复啊，右手与左手相同，走恢复啊，走恢复，走恢复啊。这就是我们向外向内向上向下四种格挡姿势，格挡也是我们常用的一种防守姿势。刚才我们就进行了原地练习，在我们今后可以配合我们的步伐进行练习。下面我们就进行二人配合练习，我们先给大家演示向外格挡的配合练习动作啊。第一种，前手向外格挡的配合动作，走嘿走嘿走啊，打完了要迅速回收啊，迅速回收啊，防守对方对我的攻击啊。再看一遍，走嘿走，再来嘿，对，走，好啊。这是我们向外格挡的前手，看一下后手向外格挡动作，走嘿，对，走走啊，走啊走，好，回收啊。这是向外左右手的格斗动作配合练习。下面我们看一下向内格挡的配合动作练习，先是左手啊，来走嘿，对，走走啊，走哎走哎，动作要迅速，快打快收啊，不要粘到上面去。再看一下后手的防守动作，走走走走走啊，注意练习时肘部要下垂，不要抬啊，不要这么抬起来，造成我们含肘啊。第三种练习方式，向上进行格挡，而后进行防守啊，走嘿，对，走走走，好，这是向上格挡，而后进行配合练习。再看一下后手的啊，走嘿，对，走走
啊，恢复。再看一下向下格挡啊，向下格挡动作练习啊，走，对，走，走啊，走啊，走。好，再看一下后手的，走，回，走，走，走。好，这就是我们配合练习的格挡姿势。下面我教几种大家防守反击的动作。第一种，向外格挡，直拳进行反击。我们为了保证对方的安全，现在击打对方的腹部，向外格挡，击打对方的腹部啊，走，嘿嘿，走，嘿嘿，走，嘿嘿，啊，向外进行格挡，然后击打对方的腹部，快打快收啊，快打快收，左右手动作一样。大家刚才看了我们的左手格挡，然后进行反击，右手的格挡动作与左手的格挡动作相同啊，大家自己去进行练习。再看一下向内进行格挡，而后进行反击的动作啊。好，走，嘿嘿，走，走，嘿，走，嘿嘿，啊，打，击打对方的头部，击打对方头部，左右动作相同。再看一下向下防守，而后进行反击的动作。对方击打我的腹部，我进行防守，而后进行反击，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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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起腿进行反击啊，起腿进行反击。这是我们向下格挡而后进行反击的动作，还有向下进行格挡，向上进行格挡而后向下进行反击的动作，走，哼，走，哼哼，对，好，停，啊，以上是我们学习的防守反击以及配合练习，前面是我们单独练习的动作，所以我们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两人配合要注意安全，其次两人配合要动作协调一致，以防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好，刚才我们的格挡防守反击讲述完毕，下面我们学习第三种接触性防守姿势，超抱，看一下动作示范，走，走，向左侧左外侧进行超抱啊，走，走啊，走，走啊，向外进行超抱时，左手向下进行捞抓，同时右手以小臂向下进行格挡，两手呈交错，呈交错状，十字手啊，同时身体稍向右转，稍向右转啊，稍向右转啊，这个动作，然后恢复啊，走。恢复，走，恢复啊！向身体的外侧进行超抱时，我们身体向左转，同时右手向外超捞，超捞，左手小臂进行交叉格挡，成十字手啊，成十字手，掌心向外，重心下降，然后迅速恢复啊，走，恢复，这就是我们超抱的单独练习方法。超抱是我们接腿的一种常用方式，我们在练习好单个动作同时，要配合步法进行练习啊，我给大家示范一下配合步法的练习啊，转着步进行超抱的动作啊，上步，走，走啊，看正面动作啊，看正面动作啊，走啊啊，反复依据场地向前进行直线练习，而后我们进行二人配合练习，配合练习主要是接对方的腿法。好，注意看一下，好，整个动，好，走，走啊，看上手风，下手超捞啊，然后把腿放下，走，再来一遍，走，走，哎，接对方的边腿，向内侧贴身，接他的膝盖和膝盖以后的部位啊，接膝盖和膝盖以后的部位，要注意含胸收腹，以防对方屈膝撞击我的胸部啊，以防对方屈膝撞击我的胸部啊，所以要含胸收腹啊，含胸收腹，这么收啊。好，停，再看一下我们上步接抱对方后腿的接腿方法，哎，走，走啊，接抱对方的后腿啊，右手向前超抱，左手格挡啊，接抱的动作要领
和前面动作基本相同啊，超刀好放下。这是尤其内侧进行接腿，我们看一下尤其外侧进行超刀的动作，准备格斗啊，扫踹，走走啊，接住啊，超抱超抱住，挡住对方的腿啊，超抱外侧超抱。下面我就给大家教几种超抱反击的动作啊，超抱抱住对方腿，形成多种打拳的方法。下面看一下由外侧进行超抱，而后进行反击的动作啊，走走走，好停，再看一下内侧接腿进行超抱啊，后腿走走，好停。以上是我们演示的超抱反击动作，我们还可以超抱用肘部进行击打对方的脸部啊，注意看，后腿走走啊，哎，击打对方的面部，用肘部进行击打。如果我们发力向后击打，足以将对方击倒击出。好，我们在练习这个动作当中，要注意配合步法、拳法以及我们所学的摔法进行整体的运用，才能达到我们超抱的目的。超抱的讲解到此结束。下面我们学习第四种接触性发肘姿势，眼肘。首先看一下动作示范，眼肘走走走，好，下面我就结合分解动作给大家进行教学。首先以左眼肘为例，肘部向自己的中心线内合啊，向自己中心线内合，同时两腿重心下降，两腿重心下降啊，含胸收下颌，含胸收下颌，肘部自然下垂啊，而后迅速恢复格斗姿势啊，再看一遍，走恢复，走恢复，身体稍向左转啊，恢复。右手动作与左手的动作基本相同，我们看一下慢动作，走恢复，走恢复。右肘也是向自己胸前的中心线内合，同时左手向回收于自己的下颌位置，两腿弯曲，两膝盖向内合，向内合啊，向内合，呈七龙步啊，看，走恢复，走恢复啊，注意肘部不要外张，肘部不要外张啊。这个动作主要是防止左右勾拳和我们贴身进打时护住自己胸部和肋部的方法。我们在练习时可以配合步法进行练习啊，平滑步配合练习啊，走啊走啊走，配合步法练习，而后配合我们的步法和拳法的反击练习啊，啊走走走啊，走走走啊，配合平勾拳反击，也可以配合我们的腿法进行练习啊，看走走走啊，走走走啊，配合腿法练习。下面我就结合实际应用给大家进行二人配合的教学。对方以两手向前上拍击我的腹部，我进行以左右肘、眼肘进行格挡啊，注意看，好走哼哼，走走，来进行格挡，反复进行练习。注意我们要缩短双方之间的距离，哎，头部保持较短的距离，而后进行反击，而后进行反击，这样才能体会我们在实战中的逼真感和实际感啊！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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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走，走啊，走，走啊！这是我们配合练习。由于我们的拳法向上勾击时撞击我们的肘部，极易造成骨折，所以我们用两掌向上进行拍击啊，向上进行拍击。下面我给大家演示几种进行防守反击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平勾拳进行反击，平勾拳进行反击啊，你看走走啊，再来走走走
凭空拳进行反击，击打对方的面部。下面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踢击鞭腿耳后进行反击的动作啊，踢击鞭腿进行反击的动作啊，注意看，好，走走走走走啊，好，停。以上是我们学习的眼肘基本动作要领以及练习的方法和我们配合练习防守反击的动作要领，这个动作讲述完毕。下面我们学习阻截的防守姿势，首先看一下动作，提膝走啊，走啊，走，哎，这前腿的阻截，再看一下后腿的阻截啊，走，哎，回来，走，哎，回来啊，这前后腿的阻截动作，阻截和我们腿法当中所学习的截腿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唯一的区别就是截腿发力，而我们的阻截不发力。阻截是截住对方对我攻击的躯干或者腿部，以防止对方对我连续攻击所采用的一种方法。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解一下动作要领。准备格斗的动作基础上，重心落于后腿，同时前腿上抬，前腿上抬，脚掌外翻，脚尖内抠啊，而后落地，恢复格斗姿势，开慢动作，走，落步啊，抬高一些，我们防止的位置就对方的胯部或者大腿啊，走，哎，落步，走，哎，落步啊，这是我们高位的阻截。再看一下我们后腿的阻截，后腿的阻截重心落于前支撑腿，落于前支撑腿，同时膝关节稍弯曲，右腿向外翻胯，向外翻胯，同时向前进行阻截，脚掌外翻，脚掌内翻，向前进行阻截啊，向前进行阻截，而后迅速回收，上体保持格斗姿势不变啊，阻截回收啊，阻截回收啊，阻截回收啊，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原地的自我练习，而后转入到二人交替配合练习。二人交替配合练习，下面我就给大家示范一下动作。第一种阻截方式，阻截对方的踝关节，踝关节啊，看对方踢腿，我迅速阻截对方的踝关节，走，哎，阻截对方的踝关节啊，阻截对方的踝关节，再看一遍，慢动作，走，哎，慢动作，阻截，而后落步。这我们和前面的腿法相比较，就缺少了发力，缺少了发力啊。它仅仅是阻截着对方，防止对方进行攻击啊！你看一遍，阻截走，哎，好，落步。这是低位阻截，高位阻截，阻截对方的胯关节或者大腿啊，胯关节或者大腿。我们看一下前腿阻截，走，对，走，哎，走，哎，前腿阻截。第三种阻截的方法，内侧阻截，阻截对方的胯关节、小腹或者腹部啊。阻截这些部位啊，这些部位，阻截后腿啊，注意看，走，哎，走，哎，阻截大腿上部胯关节这一位置啊。第四种阻截方法，我们是外侧闪身阻截，外侧闪身阻截。好，看一下这正面动作，对方侧踹，我阻截对方的腰部，防止其转身对我进行攻击。为了防止造成伤害，我阻截对方的屁股啊。阻截对方的臀部啊，好，走，走，哎，好，再来，走，走，阻截对方的臀部啊，这是外侧上部阻截。下面我给大家演示几种阻截的反击方法啊，首先是低位阻截，高鞭腿反击啊，好，走，走，对，好，低位阻截，高鞭腿反击，还有。低位阻截，耳后侧踹进行反击啊，点到为止啊，走，走，走，哎，侧踹反击啊，还有低位阻截或者高位阻截，耳后进行鞭腿反击啊，你看，走，走，走啊，进行鞭腿反击，或者配合我们的拳法，低位阻截以后腿法踢，耳后左右直拳进行击打啊，都可以。
总之，我们要善于运用我们所学的技术进行综合的打击。以上是我们总结的动作学习，讲述完毕。下面我们学习提膝式防守。提膝啊，注意看示范。提膝式防守，走，走，啊，走，啊，前腿的提膝式防守。再看一下我们后腿的提膝式防守啊，走，走，走，好，停。下面我结合分解动作给大家进行教学。提膝式防守是将前面的膝盖收起，同时含胸收腹，后支撑腿稍弯曲啊，后支撑腿稍弯曲，两肘部内夹夹于自己的肋部，两拳头护住自己的太阳穴和下颚啊，成为全身性的一个防守姿势啊，走啊，看一下正面动作，走，眼睛通过两肘的内侧盯住对方，盯住对方啊，啊，盯住对方啊，以便于随时进行反击。右侧的动作与我们左侧的动作基本相同啊，向左侧进行转腰，同时向前提膝，两手护住自己的头部和下颚啊，看一下正面动作，走，走，啊，注意含胸收腹，这就是我们的动作要领。练习时我们主要进行原地的练习，而后进行配合练习。看一下原地动作练习啊，准备格斗，原地练习，前手前腿的走，走，啊，走，落步要快。后腿的练习动作，看一下啊，走，回收，走，回收啊，回收的动作要快啊，走，走，啊，走。为什么我们要含胸呢？含胸是防止对方对我击打时，我产生了一个抗击打能力，含胸收腹啊，将身体紧张起来。另外，我提膝，一防止对方对我躯干打击，另一方面防止对方对我裆部进行提击，啊，两手由上向下护住的是自己的太阳穴、下颚部位，两肘不要外张，以防对方对我肋部造成攻击。这是全防守的动作要领及需要注意的几点。下面我就结合动作给大家进行配合动作讲解。好，注意，首先进行前腿的提膝式防守啊，走，哼，对，走，走啊，走，走啊，防对方后腿对我的提击啊。前腿的动作防守，我用后腿提膝防守啊，注意看，走，哼，对，走，走啊，走，走啊，这是纯粹的防守。我们前面讲过，防守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击倒对方，所以防守的同时我们要进行反击啊，要进行反击。例如第一种，我们用头部进行反击啊，对方踢我以后啊，我用头部撞击对方的面部啊，对方将手放在这儿，以防我撞击对方的面部啊，注意看，好，走，走，撞击对方的面部，提膝式防守，落步同时撞击对方的面部啊，撞击对方的面部啊，这是一种防守方法。另外，防守前面的鞭腿，耳后进行肘击啊，进行肘击，对方要注意啊，护住自己下颚啊，进行肘击啊，这个动作就是提膝式防守，耳后落步，哎，进行肘击啊，注意看一下动作，走，你击打。我们在进行肘击的时候呢，要注意近头、近肩、近胯，贴紧对方进行发力，这样在落步的同时，借助惯性，可以将对方直接向后打出啊，直接向后打出啊。你比如，我向前落步以后，肘部贴紧对方，然后借助惯性向前进行冲顶啊，击打对方的肋部也好，击打对方的下颚也好，左手护住自己的肋部，以防止对方对我进行反击啊，向前进行撞。啊，好，以上是我们
提心式防守、动作要领、练习的方法以及我们防守反击的基本动作。好，讲述完毕。非接触性防守，注意看第一个动作，后闪，走，啊，走，后闪，上体保持姿势不变啊，走，恢复，走，恢复，啊，练习时我们可用这种方法进行组织训练。这个动作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第一个，向后防守时动作幅度不要过大啊，不要身体后仰，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啊，这样我们的下半身就造成空档，容易给对方有机可乘啊。注意含胸下颚微收，然后迅速回收啊。在对方拳头向我攻击时，我仅仅可以向后避一点便可以避开了。好，注意看对方出拳向我击打时，我向后撤一段距离就可以，不要撤的距离过大啊！注意看，走，哎，将对方的距离稍微避开一下就可以了，不要闪的距离过大啊！这样回来我们速度就慢，不便于我进行反击啊！对方拳头现在能够着我啊，能击打到我的面部，我稍微撤一点，你看就将对方的拳头避开了啊！眼睛要死死地盯住对方。而后寻找战机进行反击。我们都知道对方能够击打到我的同时也是我进行反击的良好时机，因此我不能放过这个时机啊。下面我们就进行配合动作练习。第一个就是我们原地配合的后闪动作啊，注意看，走，哼，恢复啊，再来，走，恢复，走，恢复啊，双方配合练习。刚才是我们二人进行模拟示范的配合练习，下面我就给大家讲几种防守反击的动作啊。第一种，防守反击击打对方的腹部啊，注意看，走，击打对方腹部，走，嘿，击打对方腹部啊，这是防守反击，向下击打对方腹部，也可以直接防守反击踢击对方的大腿内侧啊，大腿内侧。看一下，我们直接防守反击啊，走，走，哎，对，走，走，哎，进行直接后闪防守反击，这样我们就学会了防守反击的动作要领以及练习的方法，还有我们互相配合的防守反击动作。大家在练习时要注意结合前面我们所习的拳法、步法加以融会贯通，以提高我们这项技术的水平。好，后闪动作讲述完毕。侧闪，首先看一下示范动作，走啊，走啊，往外侧闪，上步啊，走啊，走啊，往内侧走啊，走啊，侧闪，侧闪也是用于防守对方对我侧面进行攻击，我进行防守的一种姿势。这种动作他打拿一体啊，打拿一体，当对方向我进行击打的时候，我可以实施擒拿啊。注意看第一个动作，我外闪同时拿臂，同时拿臂，好，走啊啊，头向外侧偏闪，同时以十字手接拿对方的小臂，接拿对方的小臂，而后可以形成擒拿，我们就不做这个擒拿动作了。练习接臂动作，走，走啊，再来，走啊，练习接臂动作啊，练习接臂动作。向内侧侧闪时我们进行反击啊，进行反击啊，注意看，走，哼，再来，哼，对，击打对方的胸部啊，或击打对方的面部都可以，向内侧闪击啊，我们向外侧闪击，击打对方的下颚啊，击打对方的下颚，看一下，走，哼啊，现在正好用到上部外闪啊，上部由外侧进行侧闪啊，击打对方的面部啊，再看一下，走，走啊，击打对方的面部啊。下面我再演示一下身体外侧闪
同时向前顶气的动作啊，向前顶气的动作啊。好，走，走。哎，对了，好，好，再来一遍，看一下，走，走啊，顶气啊。这就是我们双方配合的动作。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由于危险性较大，希望大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在练习的时候呢，二人要配合协调，不要出现动作脱节和动作生硬。以上是我们侧闪的动作。下面我们学一下前闪的动作。首先注意看一下动作示范，准备格斗，前闪，走，走，啊，走。这是我们前闪的动作，我给大家进行分解教学。首先，前腿向前跨一小步，左腿向前跨一小步，两腿重心下降稍弯曲，同时含胸拨背，两拳落于身体的正常位置，不要变，只是将角度稍收小，啊，下束稍收小，下颌收于自己的前肩窝位置，眼睛盯住前方。啊，盯住前方，耳后左腿向回撤回原来的位置，恢复成格斗姿势，恢复成格斗姿势啊，恢复成格斗姿势，向前上，重心下降，耳后恢复上，重心恢复啊，这就是我们前闪的动作要领，很简单。我们练习的方法可以原地进行练习，刚才我们教学的方法就是原地进行练习的方法啊。准备格斗技术上，上步走啊，上步走啊，下蹲，耳后迅速起立，蹲身就是我们近身进行击打，动作要姿势要低，退出来的时候姿势要高啊，往里边进行姿势要低，耳后退出来要高，上体的姿势不要变形，动作要迅速快捷，迅速恢复成原来的格斗姿势，耳后我们可以配合步伐练习，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向前进行平滑步，耳后进行我们的前闪动作啊，走，走啊，恢复，走，恢复啊。在这个动作当中呢，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第一个，注意重心不要前冲啊，重心不要前冲啊，不要前冲。纠正这种方法，可以由一人在前面拍击对方的肩膀，防止其身体重心过前啊。第二种方法就是上步身体没有下蹲，而直接上步啊，下蹲的幅度不够，造成对方对我击打，我仍然是一个被攻击的对象啊。要避开对方的拳面，耳后重心要降低啊，然后迅速回收啊，迅速回收啊。第三个，就是我们两腿的角度不要分开过大啊，不要分开过大啊，分开过大以后启动就比较困难了，启动就比较困难了啊，角度上步要适中，要适中啊，恢复啊，迅速恢复，上体姿势不要变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解几种配合练习的方法，请注意准备格斗。首先演练配合动作练习，好，走，走，走，嗯，走，双方配合练习，将动作练习熟练以后，配合我们的拳法或者腿法以及摔法进行配合练习。下面我们进行防守的反击动作练习，啊，走，哼，走，走，走，啊，防守反击动作练习，击打对方的腹部，啊，下面再给大家演示一种防守反击抱腿的动作啊，好，走，走啊，抱住对方腿部，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众多的摔法啊。下面再给大家演示一种向外进行躲闪，耳后进行打摔的动作，我们动作不用做完整，给大家示范到位啊，注意看，走，嘿啊，注意看啊，上打下绊，好，这边看一下，
喷，上面打，下面绊，将对方向后打出，同时身体下潜，身体下潜，贴紧对方啊，贴紧对方，将对方向后打出啊，走，哎，好，起立，啊，这就是我们前闪配合我们的拳法进行演练的动作。下面我再演练一种前闪配合转移向前进行摔的一种方法啊，注意看啊，前闪过后，耳后上步进行抱摔啊，这种动作。好，分解过，走，前闪，耳后向后转移，抱腿向前进行顶摔啊，注意看，走，走，好，停，啊，这就是我们前闪的动作练习方法以及配合练习方法，还有我们防守反击的动作。